来看咱高雄小港区的临海产业园区的道路，有民众发现讲，原本道路的标线刷歪了，有可能是哦天气上过热，点啊加油气造成的。这条位置经济部高雄临海产业园区内底哦，大约500公尺的道路，顶头的黄色的标线变到歪歌起喘。管理单位表示讲，这条路去年哦才停拍点啊加，有可能是拍了无够直，车来来去去造成标线变形哦。虽然嘛，可能是因为天气上过热，也唔过有可能唔是单一的原因，买间车外包厂商来处理，按算哦，2礼拜内会当来完成。